对净宗法门，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一天，你怎么会碰到了？啊，你遇到当面错过，那真叫可惜啊！下面又真结云：极乐净土三种庄严。啊，哪三种呢？他这里注出来了：佛庄严、菩萨庄严、国土庄严，一切归寿命的。如果没寿命，这三种庄严全落空了。啊，这三种庄严，我都略略的解释一下，诸位就明白了。佛是老师。佛状元老师好，好到什么程度无法形容啊，绝对不是言辞能够说得出来的，能够形容状元老师好啊。第二呢，同学好，菩萨是同学嘛，你生到极乐世界，即使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，你也是菩萨。哎，你还不是普通菩萨，你是什么菩萨呢？在经上讲得很清楚，阿弥陀佛自己说的，你是阿惟约支菩萨，这还得了啊。我带业去往生的，一品烦恼都没断呐！啊，甚至于很多人，就我们自己亲身见过的，一生没学佛，不知道佛法，临命终时，啊，得的癌症非常痛苦，啊，这个时候遇到有缘人，念佛人。劝他放弃治疗，这病知道不能好了，不用再治疗，治疗这很辛苦，还是好受罪。啊，一心念佛求生极乐世界，把极乐世界简简单单好处告诉他，他马上就相信。啊，马上就劝他的家人，哎，一切放下。帮助我念佛求生净土啊，家人也很听话很配合啊，一起帮助他助念，念个两三天他往生了，他真走了啊。这样的人生到极乐世界是什么地位呢？告诉诸位，他是凡圣同居土下辈下生，到那边的时候还是阿惟约支菩萨，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他了。啊，阿惟约支是圆正三不退也。啊，在我们一般来说，位不退是阿罗汉。啊，到阿罗汉的时候。才真的位不退啊，行不退这是菩萨啊，念不退法身大士啊，我们一般就成佛了，那就是佛了。为什么呢？他已经得到无上正等正觉啊，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他真的了啊，阿惟约支才真的，在华严经初住以上，啊，超越十法界了。你看西方极乐世界，这是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，生到那边，个个都是阿惟约支菩萨，没有例外的。啊，这种好处。
立业，十方诸佛刹土里的没有啊，在变法界虚空界只有极乐世界这一家有，其他的都没有啊。我们这一生能够遇到，你肯轻易把它放过吗？啊，那就错了。这个机会呀，一定要把它抓住，千载难逢啊！开经记里面所说的“百千万劫难遭遇”，这话真的一点不假。啊，彭吉清居士告诉我们，对净宗法门，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一天，你怎么会碰到了？啊，你遇到当面错过，那真叫可惜啊！啊，为什么遇到，你这一生就有机会成佛了？阿惟越致菩萨就是成佛了，啊，证得无上正等正觉。啊，决定不要再错过啊！第三句，国土庄严，环境太好了。你看，老师好，同学好。修学环境好，到哪里去找？啊，香港算是一个有福报的地方。啊，如果没有福报，我们怎么能在这个地方讲这部《无量寿经》？啊，能在这个地方讲华严，讲《无量寿经》，这个地方福报大了，太大了。啊，周边地方会有灾难，这个地方没有灾难呢，我们要珍惜啊，要认真的修学，决定不能空过这才叫真正明白了啊，真正对得起自己。啊，对得起祖宗，对得起三宝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